Hello， 各位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lla 陈嘉桦。新的一年到了，在这边呢，要祝大家所有新的愿望、新的目标，还有新的工作，都能够心想事成，然后顺顺利利。最重要的是要祝福大家身体要健康、平安，新年快乐！